就挥发。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玩我们的天使莱七华。在上一集我们成功达到了特级的位置，我们也用了两发邪去毁之梯肃清了李梅，还有净化了下游节。那我们这一集的目标就是要肃清所有兽肉重生的勇者，帮助天使实现他的愿望，然后还要学到我们的领域展开，应该是这个魔主原创的领域。然后最后啊，我们一定会遇到堕天，也就是两面宿魔，那我们就尽力看能对他造成多少伤害吧。好，就是这样。没想到天使还蛮厉害的，他这个术士虽然只有一招邪去毁之梯，但是可以造成很大量的伤害，然后 CD 也是蛮长的。但是他有个好处，就是他可以飞行，虽然只有3秒，不过至少可以飞，机动性比较好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肃清兽肉重生的勇者吧。你是兽肉重生的勇者吗？他跟我说他不是啊。前面出现了好多咒灵，但是目前看来是没有我们的目标。太多咒灵了，除除咒灵。手起刀落，拿着我们的顿顿的菜刀，拿纳敏的咒具。还没有特级咒灵花玉，既然看到了，我们就帮忙扶除一下。邪去毁之梯 ，OK， 讨伐任务升，一发就解决了。炎夏雾条雾，手起刀落的菜刀。哦，我学到领域展开了，我们疯狂的挥舞菜刀就学到了终极咒术领域展开。又是丑丑。我感觉跟丑丑好像有一种奇怪的缘分，要整天一直黏着我。浮黑圣耳，我们要进化浮黑圣耳。等一下，他不见了，跑走了。那我们的目标就改成欢喜天吧。等我一下，我慢慢走过来了。等一下，他被圣耳收掉了。那就是圣耳，邪去毁之梯，天宇咒符。OK， 术师杀手。等一下，我捡到了他的游云诶，还一次两把。我们的天使要起飞了，虽然我们本来就会飞，我们有特级咒具游云可以使用了，我们的实力又提升了一大阶。我们要踏上寻找古代术师的旅途了，出来，尤其是那个叫做卷锁的家伙。这边有村庄诶，下面竟然有宿傩堕天，快走快走，堕天来了。没有特级判灵，这边把邪去毁之梯净化它。OK， 特级咒灵13，一发搞定。我们就是一个超级大炮，短短的距离有两位称斤次了。哎，特克特克，干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有下游节，是卷锁吗？是卷锁还是下游节？你有没有缝线？有，他额头上有缝线。进来撕铁重爱列车了，邪去毁之梯，特级咒灵无，两位趁机吃在围殴他，邪去毁之梯，哎，打败了咒术师，被趁机吃解决了，然后他们互相打起来了，这是什么奇怪的剧情？前面就是我们的卷锁，他的额头上有缝线，我们先从肃清他开始，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。邪去毁之梯，一次半邪，我们只要迂回到第二发就可以了，不用跟他硬碰硬，我们就是玻璃大炮。邪去毁之梯，哦，他会反转术士，他居然造出了蟑螂啊，黑木屎啊，你犯规啊！邪去毁之梯，打开领域，幸好我简易领域，我们先飞出去。不是，有人开领域把它包住了，是谁？
拯救了我们，但他领域应该是赢不了的、啊。剑走的是开放式的，哎，来了，出现一只猎头啊！这个领域也太久了吧？要打多久？忘了卷锁还给我，看来好像是驼梗。我的卷锁还在不在啊？等一下，我不是找你啊，臭蟑螂！哎，卷锁是，看来是被消灭了，哈哈。虽然不知道跟我有没有关系，还有驼梗，前去鬼之梯。好，把任务还。又孵出了一只四大特级咒灵，前面是我们的乌鲁亨子，来吧，邪去回之梯，很好，一发解决，肃清。再来就是我们的石流龙，邪去回之梯，哎，为什么我打不到他？因为我们已经打过他了，所以他变成友军了，是吗？因为他跟遗孤打完后，哎，我怎么被波及到了？那我还是要肃清你，邪去回之梯。OK， 肃清。我还捡到他的裤子啊，来打我。再来就是我们的鹿子云衣，邪去回之梯，肃清。把他挺下来了。他还放电，我们不需要跟他硬碰硬，还是我们碰碰看。我们有游云不会输哦。这是天使，就是要用邪去毁之梯。OK， 战斗狂又肃清了一位古代术师。前面是我们的铺路狂万啊，他是还原他在古代时候的造型。我是福黑金美纪的身体，所以他走穿一件浴袍啊，类似的。邪去鬼之梯，挺下来了，但是他没有术士可以用。为什么不穿衣服 ？OK， 362点名声，又解决了一位，好像差不多了、欸。有做出来的角色都被我们击败了。再来就剩下堕天，然后卷锁我们应该要再打一遍，刚刚那个不算成功啊，那我们就再打一次卷锁，然后最后再去挑战进化我们的堕天，让他把伏黑会的身体还给我们。前面就是我们的卷锁，来吧，邪去毁之梯，他要顶下来了，我们不要跟他打近战。第二发，等一下，很好很好，我先把它解决掉了。他居然先开了领域啊！邪去毁之梯，进化，卷首难缠啊！他叫出了蟑螂，邪去毁之梯，千年的结束。等一下，不要再电我。你来不及开领域了，就被我肃清了。你一直电，电得很爽。对，你不需要蓄力了。很好，我们解决了卷锁了。最后就剩下我们的堕天了。不过我们都还没有用到我们的领域展开，没有人能让我们用出来啊。然后对树魔更不用讲了，用了跟自杀一样。不然我们就先试试看我们的领域展开吧。那对谁用嘞？谁有这个能力？我们有讨伐任务深，也有讨伐任务海，不然我们就来讨伐任务大地吧，然后再最后一个人类也一起把它讨伐完。来吧，火山头，直接对你开领域，领域展开。他也开领域了，邪去鬼之梯。哎，我的领域看来是赢了。啊，领域赢了可以干嘛？丢鸡蛋，必中。哎，没有必中，必中邪去鬼之梯。OK， 讨伐任务大地。这什么？漏湖的火山。我们先领域解除，拿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了。这个可以装备于头部，
还是换回来好了。好，下一个，讨伐任务人类。前面就是我们的真人，我来了，领域展开。又跟我拼领域，邪去鬼之踢。哎，一发就结束了，比斗狐还快。那我们就可以试着来进化堕天了，让他把伏黑会还给我。前面就是我们的两面树挪，来吧，邪去鬼之踢，进化，把会还给我。我要避开他的攻击，交出了巨大化的液，还有灌牛。第二发，还带上法轮来适应。领域展炎，第三发，截去鬼之踢，还是要先把他的咒力耗尽。但这样看下来，我的咒力会先耗尽。再一发，邪去鬼之踢。再一发，进化。等一下，打歪了。不行不行，对上堕天，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吗？我们的咒力只能再放两次了。邪去鬼之踢。最后一发，我们打断了他的开了，但是我也没咒力了，还要大口咬下我的手臂跟翅膀，这是我们最后的时刻。看来我们天使是没有办法打赢堕天的。